这个逮捕你。刚才说你想不想吃，我不想吃，我不饿，下播了吧，你说我想吃火鸡面，都你下播已经过了、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胡说，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当然要饿了，非要吃，非要吃，所以咱们就简简单单拍一下吧。嗯，过两个小时了，哼，首先就是首先，咱们。程度就是可以做的呢，就是它就变得很顺，就像水一样，可以在锅里面这样滚。原来不是煮的呀？什么？火鸡面？火鸡面是煮的，蛋不是。哦哦哦。OK， 差不多，我们把火关小一点点，不然那个蛋就很快就会糊掉。糊蛋。哦哦哦，这个油好像放多了，不好意思，小心点哇。Sorry， 老铁，油放多了，油放多了怎么办呢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它就会飞出来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你油多了，它会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就可以把这个火关小一点。哦，对不对？哇哇哇哇！学会了吗？哇，来小猫呀！哇，这是有用的这一个这个东西了。翻滚，翻滚吧，蛋炒蛋。翻一面蛋。翻滚吧，蛋炒蛋。蛋炒蛋。这边烧着水，这边烧着蛋。不好意思，它还是火大了一点，它火大一点就容易发黑。嗯，但是也没糊。对，但是这边的话就是很正常，但是你看下次一定要就是火小一点，不然它里面可能没熟。哦，接下来很简单，就是很正常的煮面的流程。看，水开了，水开之后就把这个面放进去，然后就让这个面煮一会儿，煮一会儿，要等这个面它微微散开了，因为它刚散开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它如果还连在一起的话，就是可能还没熟。嗯，来自火鸡堡的这个建议，火鸡堡大王。嗯，看这样的话，它就是会稍硬一些，这种。嗯。但一般我还是会再煮一下，因为我怕它里面会就是吃起来会硬。OK， 虽然是咱喜欢这种筋道一点的，但是这种硬的还是不行。再把里面的汤倒掉，然后把这个倒到这个提前准备好的凉水里面。哦，然后就让它泡一下。就大家如果有那种绿的东西是最好的，但我们家没有，所以我就用锅盖上盖着。怎么吞口水啊？吃面了，先吃。嗯，完成 ，OK 啦。因为今天没有火腿肠啦，就一个大鸡蛋啦。鸡蛋也没了，鸡蛋就剩一个了。完成。走了，老铁。吃饭。受不了了，去吃饭，拜拜。小姐姐，这里是大绿油。
没叫出声来。大闹，我看他脸是歪的。我刚刚还想说，我说要不再让他过来摆一下。老铁，拿下了。迷你花。迷你花。迷你花。如果同时开两个号，可能他刚上来哦，所以咱们这边娃娃就要抓一下就可以了哟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在玩什么？哇，都是那个小哥哥又抓了我的鞋一堆，那个小哥哥今天就是冲。拽什么？叫什么？地接神。我不去。快点儿。我不去。黄色指数不要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手机是不是装不下照片了？没事，你给我买的话，我就给你买。不行，我就要给你买。快点！我就不接。啊去！我快死了！这是什么？快说！是魔鬼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快点走，你去吧，我在家给你做好吃的，我摘掉了，哎呦，我摘掉，什么？我还要去健身吗？不用了是不是？不用了是不是？姐不听我的话，啊行行行，走走走，走吧。吃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行，走。干什么呢？喝三九和小柴胡是不是？是的。三九和小柴胡。是的。一起冲还是冲两杯？冲两杯。冲两杯。嗯。只有一个杯子吧。我是非常。嗯，这么烫。不烫，我给你掺了，掺水了。真掺水了。一会儿要喝。一会儿要喝。喝完了，干啥？这还四个角没喝完，你看见？四个小角。你干嘛了？哼。Second。好烫呀，摸一下来着。哎，快点喝。你也喝一个、哦。嗯。我也喝一包吧，感觉我也有点一丢丢感冒迹象，预防一下，添个热水，就是用一点点热水把它冲开。冲开，然后再倒一点冷水进去。拜 ，sleep 啦 ，sleep。我以为忘了想念。爱你。又来医院了，有什么感想吗？谢谢大家。好
现在我们要去刷酸，然后还有他上次一个肠胃镜的这个检查结果，我们今天来拿结果吗？啊、哦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病理科，这么一大袋子药啊，这而且肠胃不好，这肠胃不好，这哎，好痛，好痛！哎，这，这，我出去买东西没买这么多，批发来了。阿铁隐形眼镜摘了，现在是那个，什么都看不见的状态。神秘的面纱。哎呀，这边不是门啊！撒，撒，神秘面纱。3、2、1，我要摘口罩喽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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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错了，看到了，你要带的是哪里呀、啊？嗯，往哪走啊？哦，这里走。这不理我，没礼貌。哎，我带你去我家里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是你的眼。我是你的眼，带你带你领略四季的变化。我是我的眼，在我侧也有几代人茶。you